京东一年一度喜剧大赛，下一个作品是解救雷先生。喂喂，钱我弄到了，但是现在满大街都是警察。反正是把假枪，你想想办法，找个人质。人质？你早跟我说，我现在去哪儿找人质啊？大哥，你等会儿，大哥，等会儿。人质找我来了，挂了。不许动！不许跳！别拉我！我确定个事啊，你是不是想跳楼？看不出来吗？今天谁都别劝我。我知道，你是个好心人，你很善良，你很有爱心，但是你没经历。你不光有爱心呢，你怎么还有枪呢？你别害怕啊！你下来。我保证我不伤害你。伤害我啊！赶紧伤害我，正好我不用跳了。大哥，来打死我，来！我现在我不能打死你。那你整这么狠干啥呀？我以为你是劫匪了。那我要真是劫匪呢？那我就跟你搏斗。啥？我就跟你疯狂搏斗。我临死之前呢，我也当把英雄。劫匪手里好像有枪吧？有枪咋了？我本来我就想死，我一把就把你枪抢过来。我击毙你，我疯狂击毙你，然后我就从这儿跳下去。你要这样，我也得从这儿跳下去。你跳，你别跟我一起跳，咱俩半道啊。在缠上，大哥，你有枪你还跳啥楼啊？假的，假枪啊！你纯装狠呢？你说你出门的，你手那么欠呢？你不说假枪吗？你再把警察给我招来。也对，这警察要来了，我估计我死不成了。大哥，我先演一发，疼。你这么打多疼啊！我太懦弱了，确实下不去手啊。大哥，哎，枪给你，你长得心狠手辣的，你给我来一下，来，你能不能冷静点儿？你打死我，我保证我比谁都冷静。你这样啊，你啊，再活个十分八分的，行不行？凭啥呀？凭啥？我。抢劫的警察马上来抓我了，你给我当会儿人质，行不行？行啥呀，哥们儿？那你倒是不见外呀。那合着你劝我半天，你就缺个人质呗？是这意思。你呀，果然呐，你就想榨取我剩余价值。你别跳！我其实我也不太敢跳啊。你不敢跳啊？你不敢跳，你下来了。你别过来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情绪啊非常不稳定。冷静点啊，冷静。这样，你敢不敢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劝劝你？你个老劫匪，你还劝上我了？你为啥非得死啊？你是干啥的？我是个演员。你是演员？啥意思啊？这给你不可思议的，我还你是演员，就看不出来呗。看得出来。那你演过啥呀？我演过喂啥喂？你嘴里有蛤蟆呀？误杀二，这听不懂吗？那就大大方方说呗。那电影多好看，你看过？我看过。哥们儿啊，你客观的给我评价一下，我演的怎么样？你演了？我五十二就愣是没找着我。哥们儿，你说句词儿，我肯定能想起来。
我们哪有词儿啊？他们谁能记住你啊？行，你就把我往楼下推吧。谁推你？虽然你没有台词，但是你还要以他连拉基米那吗？说啥呢？没想好说啥。没想好你喊啥呀？我，但是你还有你爸妈吧，你的朋友们，你的粉丝们。我哪有粉丝啊？我现在就是你的粉丝了。你别的演员呢，最多有几个私生饭，我倒好，就一个抢劫犯。我不是，咱俩现在谁像抢劫的？啊，不是，哎，哥们儿，你，哎呀，你脚踏实地的，慢慢找机会呗。我咋没找啊？我昨天刚去面试一个喜剧，导演说你给我讲个笑话吧。你讲啥了？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知道那贝多芬为啥不用这个手指头弹钢琴吗？这个为啥？因为这是我的手指头。你管这玩意儿叫笑话啊？那你少讲点笑话吧，你试试别的吧。别的我也试过，都不让我过。又去哪儿了？去过偶像练习生。你偶像，你去那地方对吗？我还去过青春有你。青春哪怕有你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干啥呢？啊，我这摔不死我也让你吓死了。不，我的意思是这几个综艺可能不太适合你，但是你还会有别的机会的。我有啥机会啊？我演戏没台词，我综艺上不去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走几步没路了？你现在从这下去啊，从这下去，你马上你就能回家。我呢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下去了。大哥，那我跟你比好像确实还有点希望。对呗，活着就有机会。你听我一句，你不会演戏，长得也差强人意，但是你找个班上一样。我刚才你说啥呢？啊，谁不会演戏呀？不是，啥差强人意呀？啊，不是，你要咬人啊？你听不明白好赖话了？我这不劝你呢吗？有你这么劝的吗？你是扫黑除恶的对象，你怎么不说找个班上去呢？我上啥班？我抢着钱了。对。你是抢着钱了，但这钱你花的你都不踏实。哎妈，有啥不踏实的？我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哎，对，你这钱呢？不是，哥们是大风刮走。哎，刮走不行，哥们儿。拦着点儿啊！我差点掉下去。哥们儿，我累了，我哥们儿。上面的人听着，放弃抵抗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下面人听着，别上来，我手里有人质。他没有，所有民警马上上，我上，全上来。大哥，配合我一下呗。我配合你啥呀？演笑人质。我不会。你不是演员吗？我啥演员呢？我找班上去了。大哥你是演员，你是偶像练习生，青春里全是你，还会讲笑话，贝多芬手指头讽刺我是吧？来，上来，全上来，快上来。上面的人听着，不要伤害人质，更不要把他往楼下推。谁推的了？他推的。快上来，快往上上，快。干啥呢？跟他们说你是我人质，要不然我打死你。打死我，你不白劝我半天了吗？我心情刚好点儿，你别整这个，都。救救我！过来。大哥，我害怕呀。别害怕。咱俩机会都来了。楼下人听着，我要一辆车，车停在大厦西南角。好，我们可以答应你的要求，请你保持冷静。52第几分钟有你？11分29秒。干啥呀，大哥？
不刚说完机会来了吗？啊，楼底下那么多人看着你呢，楼下人听着，哎，立刻打开手机搜索误杀案，从第11分29秒给我看，记住这张脸。你这是干啥呀？机会给你了，把握住了，你就火了。我能火吗？能。那我到时候拍电影，拍，我上综艺，上，我拿完大奖，我疯狂纳税。对。我还有一个要求。让我这个人质演电影，哎，当男主角。楼上的人听着，我们让你提要求，不是让你许愿。哎哎，哥们儿，你说这话，你上来，你给我上。哎，不是你吃这么枪不枪？你给我上。哎哎哎哎哎。楼上的劫匪，你已经被锁定了，立刻投降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我投降。人质，你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政府，我很好，感谢政府，我现在就下去。劫匪没有伤害我，他早就想自首了。谢了，哥们儿。大哥，你说的。你喊啥？我能听见啊。大哥，你说的，好好活着就机会，好好改造，啊。帮个忙呗。你去一趟牡丹街22号，帮我带句话。我要是能出来。我好好孝敬他们，出不来，下辈子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你要没话说，你就下去。啊！那我下去了，大哥啊。大哥！哎呀妈！我现在就买票去牡丹江。牡丹街，街。